上家里边给你弄点灌饼啊，我教你怎么和面，朋友们，凉水兑热水，朋友们啊，弄到30多度啊，倒一下，慢慢搅匀一下，朋友们啊，适当的往里倒水就行了啊，不用一下把这水一下倒够了，一下倒够了，软点硬点不好控制。我们上家和面都是怎么说呢？我们都是拿那大和面机和面，这个咱们上家里边家庭用的时候用盆儿里和面就行了。一个手是光沾着盆跑，你得一个手抓着这个盆的，你要不是一会儿这盆就跑跑边去。蘸光，手光、面光、盆光啊，是吧？它不沾呢，这个面都好使的面啊。弄点油，不沾手，不沾蛋面啊。上家里边吃个素的啊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关注，哎呦不错。